好，那么另外还要来看到就是呢，各县市政府配合振兴五倍券，现在都有推出一些加码的活动啊。像是呢，在云林县呢，他们只要啊是在县内来消费，拿着发票的话呢，都可以兑换10%的回馈金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消费了5000元的话呢，这个发票就可以换500元的现金啊。18号开始呢，在县内来做兑换，结果呢，各个兑换点呢，就像现在这样您看到的，都是大排人龙啊，就好像百货公司周年庆。长长的排队人潮，每个人手拿着发票，在工作人员引导下要到柜台兑换回馈现金。而柜台前方的排队人潮多得像是百货公司周年庆一样，有的民众一早7点就来排队了，为的就是云林县府配合振兴五倍券加码回馈，只要民众在云林消费就可以拿发票换回馈现金，满500元换50元，满1000元换100元，满5000元可以换到500元。今天换500，反正都是买民生用品，4万块的，4万块，所以你可以回馈多少？2000。大部分民众都会选择把发票累积下来，一口气可以换到4到5份的500元现金，让他们开心直呼探丢啊。而兑换活动会持续到县府准备的2500万元预算用完为止。无论是面额50或是100，都可以留在云林县帮助这些小摊贩。一样搭上五倍券，希望带动经济的还有澎湖。桌上堆满满一叠叠的千钞小山，工作人员忙着用点钞机计算数量，接着快速将1000元塞进红包中，准备包出10万多份的振兴消费礼金，在19号发给县民。各位乡亲，拿到1000块钱，疫情已经趋缓了，赶快去消费。这次礼金发放预计会有105670位县民受惠，希望可以促进民众拿礼金去消费，振兴地方经济。华视新闻林轩、赵英光、吴建宏、陈能正、云林澎湖报道。